边演那个圣老爷圣东风啊，是谁？哦，你的名字就叫有就有东风。对，哦，明白明白。你刚刚是真的忘记要翻东风啊？对，演的老年师。他是里面我年纪最大。我有点在想是不是梗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是不是桃花在想一个梗，就是真的忘记了。真的吗？还好还好，我们有娟姐。姐姐，有个老婆，一对吗？对对对，我是东风妻，叫盛美云啊，所以特别照顾她，虽然年纪她小很多啊，明白，辛苦了哦。这个一定要强调，那也是东风跟东风妻。那你们二位有子女吗？你们的子女大概有还出来了吗？还没，还没出来哈，所以请期待哦。这个二位平常有打麻将的习惯吗？好吧，我们家里。有没有？你没打，我用看。啊，你用看的，娟姐呢？我是家里有，我也没打，都是用听的。哦，都是用听，一个用听的，一个用看的。砰！哦，你不要随便这样下来啊！我们八月底才开镜呢，现在换人还来得及哈。赶快练好啊！两位不能只有看而已。好，接下来翠萍姐很久不见，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角色。是我在大三元里面是盛家的二女儿，叫盛云兰。哎，是。那你刚刚翻的牌是？我刚翻的牌是南风。为什么翻南风？因为呢，我跟二哥南风最要好，而且我永远都在放炮给南风。支持南风，哦，对，所以就是我跟他是同党同流合污的。了解，党共的就是了。对对对对对，哦，了解了解。好，哎，纪伟姐呢？我演的是大姐，哎，盛金梅。啊，是您，您是大姐。对，是大姐，您是她的。我是二，我是二妹。啊，您演比她老啊。对啊。你干嘛呀？哎，你的眼神是在念，不是有给你？你教哥，您的意思说我看起来？大家也看不出来，就是上网查也可以查一下，就是实际没事，没事。大家上网查一下。一个吃斋念佛的纪伟姐，所以呢，虽然看起来年轻，但必须演大姐的概念。对，大姐也是不争，然后虽然打麻将，但是也不求一定要连庄。是是是，就算连庄也是佛祖保佑啊，淡泊名利就对了啊。大家也看到这个纪伟姐已经孤家寡人30年了，后抓下来了，赶紧下来。所以真的很适合这个角色，清心寡欲的一个大姐是吗？对，大家不要忘了，纪伟姐当年这个可是在周星驰电影里面担纲的，哦，对不对？是赌圣。对呀，啊，再回到电影圈的感觉是什么？感觉好像又回到家的感觉。啊，不，这次碰到的就又是一批新的朋友，对不对？对对。啊，再加油加油，期待您的演出，我们永远的军中情人，谢谢。Okay。 好，来姑姑，该不会又要演姑姑了吧？对啊，不然你就应该演大哥的女儿，对不对？看外形。对，不一定啊，你演什么我们都觉得 OK 的。哎，好，谢谢，我演你就好好演，不要来主持都 OK 啊。应该很烦。我站在位置有钱领，你在那儿没位置没钱领。你讲对了。来介绍一下你的角色。我们是四姐妹当中，我是排行老三，我叫盛玉。你们一家人都是盛。对，应该还有一个是八月演的小妹，她叫盛宝菊，就是梅兰竹菊。梅兰竹菊，哦，懂了，这四个花。是。所以你是老。我老三。那我觉得这个。名字就是已经是显现出我在戏里面的个性，就是一直很不足，所以我叫玉竹。哦，玉竹。然后这个角色呢，对，这个角色他又非常容易受惊吓，所以就什么事情只要一吓到就会哭这样子，所以非常适合我来诠释。你刚刚这断句的地方真的断得非常巧妙啊！是你刚刚听得出他断句吗？我这个年纪都听得懂。谢谢，好吧，我就帮你就其实啊，就是人家说怕什么痴呆什么，打麻将是最好的训练，对不对？这麻将不是只有就是玩耍而已，它还有功能性的。谢谢五位的分享。